Hello。You guys 又见面吗 ？Hello。怎么说？你们三位的共同点相并明显吗？什么？三人的记忆都非常好，是吧？啊，好，括号的好。引号的，真好。今天来记性不好呗，是这个意思吗？没有、啊，记性记性。你们记性好。好啊，对吧？那我们今天要来选出你们三位当中记忆力最好的，最好的肯定是我吧。第一个游戏，我们这个游戏稍微先热身一下，好吧 ？OK。第一题，电子，张真源，演。什么玩意儿？知道吗？兄弟 ，bro。什么东西？亮名字。光环下的少年啊，过分，棒棒棒，棒棒棒，啊啊 ，TV Rich Rich 棒棒 ，Rich Rich 棒棒 ，Rich Rich 棒棒之推枕头不是推人环节，推手游戏，推手游戏是垫子什么垫子，就是当垫子吗？榻榻米，那个榻榻米，他们俩撞，我以为是抽奖当垫子呢。这个是八个中文字，严浩翔撞向张真源。严浩翔撞向张真源，这是八个字。严浩翔推倒张真源，严浩翔推这个物料的名字来说，就这个片段的名字。物料的名字。严浩翔叫嫁去什么样的生活吧，大概叫。小厦门的假期生活。耶、yeah。对吗？不对啊。严浩翔。提示一个字呗。严浩翔。沙。沙。沙是第一个字吗？沙。沙发下的少年。不是沙发，推手大战双人，沙发，沙发推沙发，鬼，真想不出来，下下一个，再下一个不要了。答案是什么？答案沙发垫上推手大赛。打电话，李总借钱。这太多了，哎呀，不是打电话借钱呀，买了旗舰的，是啊，是啊。不，丁哥借的，还有一次，很久之前也有。我知道借一万块钱嘛，是吧？找李总借一万块钱。我是当事人啊，找李总借借李什么？李总借。孩子长大了，逼个答案。所以几个字啊？李总，谁是卧底？谁是卧底之李总？最后四个字是谁是卧底？是卧底啊，李总。谁是卧底？我也想说，是一个场景。场景？对，那我应该记不起来了。乌托邦谁是卧底？办公室谁是卧底？啊，下一题。对啊，看下一题吧，记不住。下一题。茶水间，茶水间谁能猜到？马嘉祺、宋亚轩、李总办公室。这啥啊？舞狮子。舞狮子是，但是物流叫啥呀？新年快乐。舞狮子，给李总舞狮子。给李总拜年了。给了咱们。亚轩、嘉祺、李总。除旧迎新过年。一题都答不出来。一共几个字？六个字。新年舞狮大会，李总舞狮大会，过年舞狮大会，公司舞狮大会，公司舞狮大会，十八舞狮大会。你们管理的？时代舞狮大会，时代舞狮大会，时代舞狮大会。哎呀，差一点。下一个，误会，凌霄他爹。张哥、啊、张真张哥误啊误会误会呀啊说话呀我想想算了别说我想想我想想小时代小时代对这是小时代我等一下时代向领耶嘿哦你为什么这样啊我都想不出来你为什么这样 What happened 游戏一的最后一道题颁奖领奖不识抬举你就知道了龙来美
接近我。班龙晚，是不是？这还用统计总分啊？你用统计吗？一二二分，你有你有你有分吗？零一二。接下来我们是一个一对一的游戏。你们俩先来吧，我先来吧，我做公证人。好，来，接下来啊，小猪佩奇。我不爱小猪佩奇 ，sorry。啊，快点！我确实不爱，因为把它纹头上了。我成年人，快点！我成年人，我成年人。杨洋美人，王者荣耀最新的 CG。那个对，啊，那我就说猪猪侠吧。甜心哥哥。啊？哦，你要是铁甲小宝。国宝特工。陈冲锋。西汉妖怪大佬。机甲战士。我没看过机甲战士，就是那个威震天啊。快乐酷宝，快乐酷宝是什么？我不知道。那个神机小将，神机小将神奇阿优，神奇阿优是啥？大耳朵图多了。那我只能说一个你完全接受不了的，那就是小福儿子大鹏。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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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记者他一直在这儿。雷神什么？我只能说一个。雷神。好，不看雷神吗？不看。你不看吗，威震？说不出来了，说不出来啊，都可以，你都说得出来这句话。兄弟，你叫我想了个啥？啥？念念。念念，对，他就是念念。我不可能再看那个。我现在不看我的。宝宝，我输了，我输了，哎，我真玩不过他。耶、yeah。然后我全你玩，我让你了。有事儿吗？哎，这不是我说的吗？这他说的。有事儿吗？哎，那句很经典的那句啊。你别叫我。叮叮猫吗？是我说的吗？真的说过的，你说过的，我记得我说过、啊。你可以叫我程程吗？不是，你可以叫我心。你可以叫我要。你想不到。丁二路，我服药。我啊，你要说个什么、啊？就比如说你们曾经上过热搜的梗啊，让粉丝就是回。我倒立洗头，我刘耀文倒立洗头。嗯。刘耀文想得出来吗？我败了。怎么老败啊？我交逼必败吧。我真的想不起来。哦，对了，什么意思啊？我本来想说这个。然后还有啥？打篮球。大家好，我是刘耀文。我是刘文。我今年五年级。我今年好几岁了。那我现在说重庆话还是？五年级怎么了嘛？我喜欢打篮球。五年级啷个了嘛？不得了吗？什么意思哦？你是三吗？我以为你在问什么意思。不是他的口头禅啊。OK OK。不是。不是，不是他的口头禅啊。好好好。啊。啊，不是你吗？他吗？不是。啊。你看，你看，不是，喂，等一下。哦，他是，不是兄弟。他说不是。不是哥们儿。不是哥们儿啊，不是哥们儿。好难啊！你有什么口头禅啊？哦，对，这也是他的，好难啊，很难。他说的每句话全都会像是他的口头禅，我觉得。赢了，你们去输吧。输了，我输了。
如今的不是不是就是哪吒。我说我这么细心的跟他说了，我喷了他们一脸口水。那你好自豪吧？太激动了，激动吐别人口水了。是哪吒是吧？对，第一题是哪吒。大家吐口水不算。没有吐口水，不是夸张。我喜欢你啊！我喜欢你。你可以。等一下，什么？哎呀！谁一块队了？我一块。大时代，哪儿哥？不是，他说你儿了。我说男儿哥。大时代，我摁的，你们没摁，我摁的。不是，大时代在下面。我在下面。好，你在下面按了。明白。什么？你怎么按？我摁的。我摁的，我按了一下。你得说，没有不摇的，按了。啊，疼啊！我等一下，来了，没听到，没听到。出去！什么菜在放？哎，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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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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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知道，说，别放了，别放了。上面就下一个。我知道，我说，我知道，说，我真知道，真知道，我真知道，真知道，你知道。少年什么少？那个我们的少年，我们的少年，少年时代。再放一下，这是什么？我没有听这首歌吗？是傻瓜，来一遍。哎呀 ，one two， 五分。今天的惩罚非常残酷。早说呀，我就好玩了。哎呦，小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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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这么不太好啊！哎呀，不要唱的和气啊！哎，内裤都是。哇，你没气。你这。马卡巴卡巴卡。醉，醉，我真的是醉了。嘿嘿 ，on a jet， 小野，哎呀，姐。啥？你要快了，你要快，你要快了。你怎么知道啊？你要快，你要快乐，也要幸福，全世界。你别搞笑了。这叫我。你怎么知道？哎呦，你猜的吧？哇，我这都知道。我只是好想好好玩，但我一好好玩，你那什么瘾啊？到底？啊！我惊呆了，老铁。别装了呗。好，好了。你好啥呀？你好啥呀？十三人中最可爱的是谁？小轩。我都说的，我把三个字说他脸上了，他自己说出来了。自己说自己，我不相信。弟弟算吗？不算，是一题吧？不算，是一题吧？不算，不算，不算。时代峰峻最帅的人是三二一。刘雯。你说谁？李飞啊。这题三个人都有答案，这份给他吧。不，魏总，不对，不对劲，实在有问题。你们说啥？你们说啥？我们刘雯啊，李飞啊，不对劲。哎，你也是，你是时代峰峻的，你笑啥呀？对哈，人家直呼大名是啥意思啊？对不起，不是，有点激动。头脑就不是工作。时代少年团吃火锅必点的菜是三二一，麻辣土豆。慢了。Timing 太慢了，你说他反拍，我怎么了毛豆？我说的毛豆，我说的毛肚，我也没说毛肚。你要你不是，我们俩都拍了毛肚，毛肚说毛肚，你俩说的毛肚，我咋听到一个土豆呢？因为你说的豆，你说的土豆吗？说的毛肚，说的土豆，我说狗说的土豆。
啥？我说毛肚啊。我咋听到有个谁说的土豆呢？那只能你说了，只能你说。我说的毛豆，毛豆土豆都是一个豆豆。来下一题啊！时代少年团最喜欢的花是三二一，你唱一句。康乃馨，我说杜鹃花。嗯，我都没说。我们团花就是不配拥有姓名，是吧？没有团花呀、啊？对啊，我们有米花。不是，团花不是爆米花，绣球花，兄弟。今天中午你最喜欢吃的菜是三二一，土豆牛肉。哇，我俩居然我说土豆牛肉，你也是的哦。因为我刚刚吃啊，太吃了，厉害了。时代少年团最喜欢听的称呼是三二一，爸爸。帅气。嗯、你说的啥？哎。他说的帅气，我说的哥哥。时代少年团最喜欢的动物是三二一，狗。你这妈呀！哎呀，我们加三分多好啊！不行。时代少年团最喜欢的颜色是三二一，蓝色。你为啥是蓝色？我一直喜欢蓝色。时代少年团。我们俩都对了，是不是？他说的蓝，是黑色。我也说黑色啊。哦，黄色，我本来想说。啊，对，我们又为什么是说黑色呀、啊？黑黄色呀、啊？黑黄色啊。对啊，黑黄色啊。对的。丁晨曦最选的发型是三一张俊元。哎，不是，人都说张俊元，答非所问啊。他死了，他输了。没说一样的就行了。那我说钝角呢？我讲第一题我都说钝角，不行，没有意义。他最喜欢的发型是张晋元。张晋元的发型啊？我觉得最起码还是要合理，是吧？合理，至少得是个发型。三一，爆米花。你说啥？你说啥？我没说。小宋最喜欢的交通工具是三二一，汽车。你再玩一会儿吗？再玩一点，聊完，就是聊汽车，聊完，我会喊蛇啊，聊，你是哪里人？我看着是混，哎，汽车，说完了。刘耀文最喜欢的运动三二一，篮球。慢了，来按住，慢按住，快，给奋斗大点的个子，脾气好老大。你别，我都不好意思说这句话。来，跟胜利者拍个照。两位小弟，跟胜利者拍照了。嗯，接下来输了的亚轩跟耀文接受我们的惩罚是汉口型打电话给李总。你打电话？为啥啊？打电话的人会稍微就是。我不打电话。猜拳呗，猜拳输了打电话。吃过石头剪刀，给我出布。猜拳上吗？石头剪刀布。选什么吧？我选说话行啊，打电话的那个。你是打电话的，快，来戴上耳机。OK 了 ，OK 来吧，整吧，好戏开始。哎呦，喂，李总，我们现在在拍节目啊，OK， 然后我们在拍，我们在拍节目。啊，一二三。啊，真的给我打电话了？对，真的要打电话哦。啥事儿啊？要配合录制啊？你吃饭了吗？吃了。你要说什么？喂。你好吗？喂，啥意思啊？我都不敢说话了。喂。哎，你们是不是要有什么事儿啊？搞得我都不敢说话了。啊？要砍柴了吗？砍柴。我也不知道。
哎呀，我都不敢说话了。你他们是什要要要是有什么有什么特殊的设计吗？一起吃火锅吧。哎呦，我真的不敢说了，怕说错。啊，喂，李总。哎，你们在录什么？你们是在录那个咱们公司的，是吗？帮孙轩买个包，他说。哦，这个可以，我能做到的。啊。还订个饮料。啊，都行啊。还有什么吗？但他说那个包他们就要100块以下就行了。100块钱以下的啊？那行，我们公司正好要做一个包。我们周边要生产一个包，一人送你们一个吧。可以，好，打广告的啊，100块钱以下是可以做到的。行，好，辛苦，拜拜，李总，就可以了哈。好，拜拜，李总，录完了。好，再见。严峻的惩罚，太严峻了，我好尴尬呀。Three， 没事了。沈博，喂，你好，博，哪位？博，干嘛？吃饭了没？可以吃过了，也可以没吃。沈博在吃啥？沈博在吃凉皮。要不要？来吃点儿。极限。你在说什么？你在说啥？你在说话，说什么话？我怎么听不懂啊？什么暗语？极限怎么说？极限，挑战。底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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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啊。我朋友说。干嘛？那个有像啊？小菠萝。你老。能。你。你在干嘛？爸，你老爸。干啥呀？他不说话了。干嘛？啊？干嘛？这该再说就说不下去了。说啥？我说你好笨啊！啊！拜拜。